印度杂志 The Sublime Indian Issue 刊登了华赞主席与未来健康专访。华赞主席谈到，建立未来健康的初心是共享给社会一个稳定的、健康的、医疗的、紧缺药品的供应的生态体系和渠道，创造独立与富足的经济环境。The Sublime Indian Issue 是印度第一本国际可持续生活方式杂志，自2004年以来，激励印度推进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Sublime 正在以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媒体，改变世界。华赞主席在接受 Sublime 专访时提到，未来健康母公司未来趋势集团将加大在印度市场的投入，助力国民经济总额达到25万亿美元，使得未来趋势与未来健康可以成为印度市场上的发展奇迹。